台南市议会新的会期来正式开幕，而在这议程当中，经科会来报告到顶一次会关于案的执行状况。干部局是被来点名做记号，讲执行进度是有待来改善。多位议员都为此轮番发言来分析了执行状况不好的原因。有议员来口说讲，议员争取建设伤过多，干部局预算是有限，才会出现这款的情形。啊，是因为我们怎么可以争取吗？你做局长，所以没错。要不要来开看？跟你做报告，因为我们一年，我这样解释好了，我们一档里面有可能有十亿的提案，十亿，假设有十亿，你意思说一年收给我提案太多，所以你做不了？不是，总经费要去施作的金额太多了，我的预算没有办法完全来执行全部的，所以这个因为你们那边黑暗的地，没有，你们黑暗是让你们看到你们没有看到的地方去做。我了解。毛议员讲，市府推动65岁以上免缴健保费，甲路边专栏在执行，摆脱掉原本的预算。你们连100块买油都无得买错啊？对啊，你爱听你无少解说啊。我跟你说的，市府会当说的部分，因为在买生意。你伫咧要省遐老人人吃健保费，你所有议员的提案跟建设，你拢无提案核准。有啦。财政议员哦，讲真诶，你拢是会交代无几条吼，我听了来做调查，拢无。所以你爱听你的国税政策，这点解说。第二，你啊，你问着出理对，你做者迄个工作公平诶，你要提你企业的一些物品专案。毛议员表示讲，真侪工程执行伫前局长手中就开始咧做，现在执行状况无理想，要算大代理局长的头壳顶嘛，真无公平。虽然输钱难制造，那是伊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好，啊，但是吼，后壁这项无有那麻烦你啊，好无？我相信你上面两个月啦，啥物代志拢要怪你吼，啊，你是较过分一点嘛。啊，但是吼，之前局长吼，嘛无法度去追究你责任，就无做啊。啊，所以麻烦你后壁吼，可能来针对这个部分吼，去较努力一点。伊面对议员点名甲口说，市里王伟提甲干部局的代理局长人表示讲，健保费的补助有经过着评估甲这调整，可行开来开始补助，而干部局相关工程预算，咱有咧管得执行，咱有按照着轻重咧做着推动。南天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。